我非常的喜欢，其实它是老迷于曼的作品，叫作品，然后是侯门，是侯门写的歌，非常非常喜欢萌发。
背起来，他可以吗？好吗？我真的，因为我也选这首歌，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我之前就有想说，我想要调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是终于有唱。